散发出去而已，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做好事。所以这个是整个台湾为什么老师说，在这么环境这么乱的状况下，我们一定要有希望，因为在他这五年的研究里面，我们台湾的底蕴，这金字塔的底下就是这三个哈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个就是三联书院，我就请了那个人家写的春联啦哈。啊，当然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参考一下。那个公司有套套那个套。